了，再抓进攻篮板，但是落在地上被麦抢走。前场直接要上篮，周桂宇赖春华的儿子拿下两分，不掉球，麦速度来得相当快，打到前方，插满的是简廷照。工程师的反击打得相当快，再一个外线的机会，潘千惠的儿子连拿了五分。